好的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党，今天带来了一场尸魂鬼，这个碰到了 IG 的五人黑，IG 的五人黑，一个不太好的称呼叫做贱狗五人黑，不过还好他们不是 IG 全队，这边是小明的女朋友，然后还有错觉，然后月夜风，430，还有个谁，小明吗？我看一下。对，还有小明，一上来下路直接放空对面，那我考虑要不要出点金了，因为这盘其实我是个单核，刚才本来其实有个露娜的，但是给蕊掉了。下路直接放空，这里狼游走一次。直接放空啊！这让小狗无用武之地，好，露了一刀。那边队友说光法上来钢三，对，现在光法钢三好一点。已经上去了。这补给出门带的就是已经完全没用了，相当于。这盘我想想到底怎么打呢？对面有个杜姆啊，这让我比较头疼。本来小狗是个无敌般的存在，但是有个杜姆。好，看到了，莱昂来了，是假的吧？哎呦，还真是真的呀！他是直接用了两个技能。小明的莱昂，我要开始注意反补了。卡位很风骚，不理你啊，随便打。兵线控不住了，因为刚才去冲了他两波，那这样的话我直接出那个了，我直接出相位鞋了。这不可能让你补刀补这么，不可能让你混经验混那么舒服，对吧？然后我还要上去揍你。拍他一巴掌，哎，直接 TP 了个 TA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是 TK 不是 TA。是谁的 TK 啊？看一下，我是一名魔法师，430的 TK。上路刚三刚的直接没人了，什么情况？光法来了，各种越塔点我，队友说没蓝波，现在在耗我血，加了一个查克拉魔法。哎呦，这一波，开始收线。啊，我有大招了，这里可以越塔杀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如果光法这一波得到。
那他加了抽蓝，抽了我差不多五点蓝。小明抽了我五点蓝，有相位鞋。我上去逼了他一下，他不敢去河道了。他可能是想蹲一下伏。啊，蓝直接不见了，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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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 NA 去蹲伏没蹲到。我现在好迷茫啊，不知道该干嘛。下路又放空了。我得搞个 TP 去。好，一血是拿到了小明女朋友的谁啊？双头龙。但是中路 TA 也被击杀。啊，莱昂是游走去中路，不等级了好像。TA 要开始动了，貌似。这盘我上来没有选择点金水，是因为有一个莱恩在那边混经验。我要是点金手，他现在绝对非常肥。中路好像随时要打，我得去买个 TP 了。好，贴来下。走了，我还是非常迷信这个疯狗的啊，疯狗流非常迷信。小鸡被拉出去了，等一等吧，我有魔棒之后可以去干一票。NA 这边还差多少刀流？还早还早。啊，那边想要杀莱昂，后面是一个。啊，杀掉了，没悬念。我快要战鼓了。啊，他要补一个秘法。不够吗？哎呦。这我以为他够了。尴尬，我还差两块。好，运一下我的战鼓和魔棒，现在打架能力非常的强。好，看到了双头龙，要来下路防守，上路是 TA。我现在想找 TK， 看看 TK 几 ？TK 六级，等级不是特别高。这里，我们的天怒法师已经绕到了对面的塔后，光法在这边卖。上路被抓了，绑一下，没能够绑到。好的，绑到了 ，nice。云哥粉过来。他没蓝了，好的 ，nice， 带走了，漂亮。上塔可以找机会直接拿了，加二级 W。只不过他们肯定守不了。哎。
让我快走了，中路要杀，杜牧开了大，这边我就杀 TK。TP 了就没办法，杜牧走，杜牧死了，好的，但是上路风行者被月月风给杀了。上路什么加速服？我可以回头了，推个波，我没 TP， 要赶上去吗？好像要赶上去，这边加速想杀 TA 比较困难啊，杀不掉了，杀不掉，里面还有一个莱昂，莱昂杀掉了 ，nice，TA 也杀掉了。人比较多啊，现在 TA 貌似还是在TK 貌似还是在发育。杜牧来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算了。Nice， 我有粉，这个，我们龙鹰实在是有点贱，这个、英雄。冰一下问题不大，想杀吗？不要杀，不要杀，杀不了的。TA 有想法吗？TA 不敢有太多想法，绑了一下，绑到了个小兵。TK 怎么样呢？八级了。哎，谁隐身进去了？龙鹰隐身。这 TK 刷机器人我会很伤，还有 TA 的那个隐匿打我也很痛，这个中塔可能会应该是不守了，对面 TK 还在刷他的野怪，要不要进一波野呢？可以进一波野区。好，看到了杜牧啊，小鸡杀掉了，好的。他们居然没有人变鸟，实在是难以相信。两张 TP， 小明直接抛弃了呀！好，抛弃的好果断，直接抛弃了。我去把小圆盾卖掉，买一个单刀。看得出来 ，IG 打路人局还是很放松的。这都没有人支援呀，打的确实很放松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里双头龙来留人。啊！我要跪了。
我已经准备买活了，换了两个，还可以，这边还能继续打。杜姆给我点的大，我就已经点在那个买活键上了。算了算了，队友已经撤退了。那这次买活没效果呀？这次买活没有效果。有没有人能 TP 一下呢？哎，这，你这不是作死吗？好的，绑住。TK 现在进入了一个，我现在得慢慢刷起来，而且我一个人刷起来没有用，我感觉。就 TK 这样刷很无解啊。直接拍死！哎呦，岳峰什么装备？跳刀、相位、瓶子、大魔棒。不好推了，不好推了，撤一下 ，TA 跳过来，风骚了一下，又走了。啊，直接吃没啃，哇，好拼啊 ！TK 有没有跳呢？没看清，各种消耗。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扰，这个 TK。在这里对峙了几分钟了都 ，TK 这边还在刷什么装备？飞鞋，没有跳刀。又打我，这次我是没法买活了。哎，哎，这龙鹰，龙鹰有魔棒吗？他出了阿托斯，好肉啊！穿刺两个 ，TK 买活，给了个禁魔。这杜牧这次大我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哎，要跪，刺开一个，开一个，好的，反杀，刺到两个 ，nice。莱昂，一格血，让他跑掉了。我们光法也买活。正面输出明显不足，那个杜姆一针对我的话就直接不行了，直接怂了。所以我说我一个人肥没用，我打再多的钱还是杜姆一个大招的事。我们这边很有意思，在边打边看着 YY 那边 ，IG 那边在 YY 直播。我感觉他们来抓我了。走了，我感觉他们来抓我了，随时准备变黑。中路看到莱昂应该没问题了，只要莱昂不在我就安全。
中路是杀了小明。哦呦，直接丢的。小强别闹，小强。这杜牧直接给我的，这多大仇。错觉哥，我错了好吧。能杀掉吗？有机会啊，杀掉了应该没问题。我们这个阵容有点好。好，能杀吗？能杀吗？还差一下，还差一下，好可惜，一丝血。我觉得这波我得去啊，我得跑过去，这塔马上就掉。好，被反补掉了，没有办法。Nice， 月风反补掉了。啊，我去下路带一下线啊。嗯，中路想打吗？我不在。这我要跑过去的节奏吗？我不想跑啊。光法能拉我一下最好。我现在心里面一直觉得很不安，往后期拖的话，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，一个近战小狗。TK 刷机器人。我们有没有跳刀呢？哎，这小鸟被抓了，小鸟被偷了。来，那个谁是出了推推棒？小强出了推推棒。真的没法推啊，硬来，只能硬来。我这半血这样伤不起啊。强拿了，强拿了。我感觉魔棒对我来说都没用。杜牧给我个大我就跪了。哎，野怪被人清掉了。哎，那边遭遇了，能不能留下？好，杀了 ，nice。这里是双头龙和杜姆，搞不定啊！看到杜姆我就怂了，爸爸。有没有人来呢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 ，NA 来了，直接给的，这你是有多凶啊？还是要死。好，小强开了个刺，把他留了。啊，上塔又被推掉了，这样打不行啊。哦，这么凶！
单杀。把分给光法了。哎，刚才小明掉了一下，好像。攻击力是太低了点。他们现在确实是，除了 TA 和 TK， 其他人都穷。哎，他把我拉过来了。但我粉是谁给他的？我刚才实在没格子了，三下都没打死，出个晕锤。不知道 TK 跳刀了没有？ TK 跳刀就不好弄了，会被他拖死的。地图直接没有人了，光法有大招可以随时拉我。上路兵线我再带一带。这波可以打，我有盾的。关于这个高地怎么上是个问题。TK 那里，他出的红电，直接跳了，又大招。这，先走啊，小强先走啊！你这冲上去干嘛？这你让我怎么办？我，这不该冲的呀。杜牧买活。哎，刚才应该走呀。光法买活了，他有跳刀。这样进去洗澡很不合适。这啊，还是被带走了，绑到了。好的，最后风行没死。我们小强也来了，那守高地实在是不好上啊。NA 来了，找机会，我要不要卖一下？哎，小强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们眼睛做得很到位。光法大招还有20多秒，你自己往过跑吧。风行还可以，装备，马上扬刀了。这太难了。哎，被留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个不能打的，刚才要追光法，要追光法，这波不能这样搞，不能这样送掉了。我被扬了，完了。哇，小明走位确实好啊，直接被秒。风行羊刀还差三百多，350。绑到两个，能杀吗？还差一点点。
还可以追，还可以追，还可以追，粘住他，好的。这里怎么办？加速的吗？加速的贴，追不上啊！真的要感觉要被玩死了。这个 NA 没出跳刀是个，本来他可以帮助我很好的切入。哇，他出了，他居然出了血晶石。他要出血晶石，这东西对他来说没用啊。我可以听到 TK 机器人的声音了，应该就在野区。我都三本 TP 了。有人被抓了，好像有人被抓了 ，NA 被抓了，推能 TP 吗？没有 TP， 啊，招好，可以招回来，可以招回来 ，nice， 好的。如果能够 NA 能够切入后排插到 TK 的话，我们就好打很多。他们现在输出就两个人，一个 TK， 一个 TA。我甚至觉得我都自己都想出跳了。这不敢去的。贴暗灭跳刀水晶剑，这个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呀。一会儿要不要考虑出个大酒神之戟？啊，招我了，要去中路推，招的稍微有点早，开悟了直接。这里看到了 TA， 谁能先守呢？没有人能先守，这是问题。过来 ，TA 直接跳走，后面 TK 取消了，杀了一个双头龙不值得呀。岳峰反应也非常快，要推，双头龙不在，还三十秒啊，这波算是有那么一点机会吧，能秒，好的。不要盯他，末日使者买活。好，拍死，中了个大，推走，没减速到我，我大招，我杜姆还有大概五秒钟左右，杜姆，好，是结束了。直接秒，可以秒，可以秒，好的，秒掉了。这边 TK 也能杀，这个榜亮了 ，nice，TK 买活。开了塔防。哦哟，这几级打工啊？来继续拖延，我不太想买啊，光法现在拉不了我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中塔还是没能破掉，很可惜。
阿托斯，这个橱窗比较有意思。阿托斯之棍尤其适用于像沉默、像黑鸟、像龙鹰这样的英雄，就是他的法球，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 CD 比较长的法球，需要法球持续输出的英雄都很适合阿托斯之棍。这三个英雄他都是智力英雄，都缺血，然后阿托斯之棍既加血又加智力，对吧？这两项属性对他们都很有用。我去买一个，买那边要打了，可能买一个大云锤。打得很快，他们要去的话就得现在赶紧去啊！光发已经拉我了，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羊，还没有羊，没有羊。TK 在上路，我走前面看一下，没人。怎么攻击力这么低啊？感觉。打石头人这么吃力，这不好打的，这打不了，不能打。TNA 的跳刀来了，好的，这波 NA 有跳了。光法大招还有十几秒。这塔我得反补掉，不能白送。这 TA 有可能会跳进去偷盾，这是最害怕的。啊，这边发现了莱昂，跳走了直接。好的，插起来，秒了。直接把我拉过来，可以打盾了。Lance 五十秒。杀 TA 算了吧，不要拖延时间嘛。打盾呀，就不用管他们。TK 还在上路牵制，我现在没有 TP 的，很尴尬。他更新了一个极限球。莱昂还有五秒，这塔有机会拿掉。我记得上次打的时候已经血已经不多了，那还剩300血。这机器人一刷，我们就没想法了呀。找机会秒。看能不能秒 TK， 好，直接杀掉。莱昂也有机会电我，带他走。好的，好，全部带走。拍晕他好吗？他扬刀了，不过没问题，我这里有盾。TK 的输出好高啊，死完了。这只能走了。不杀人怎么拿建筑？要被秒了。TK 被带，光法被带走。只破了高地塔，我准备出跳刀了，真心的。
哎，上路有人吧？啊，有人。他让我出个心，我感觉我出心没有用哎，我要出。哎呦，跳过来！完了，我要跪了，这无限阳啊，没有机会，我不挣扎了。蓝眼跳刀。那刚才这边龙鹰说他地震了那边。看一下买活能不能买跳，1500块不够啊。如果能有一个跳的话，去找找那个 TK。哎，这里开个刺可以带他走。哎，为什么不开刺呢？开刺，开刺，开刺。TK 已经跳走了，没有办法。啊，下塔马上就被推掉，我还有50秒，这波我觉得我要买活了。然后我一买活，对面就撤退，肯定是这个节奏。光法推波。啊，买活肯定撤退，就是这个节奏，没有办法，必须买。NA 连 TP 都没有啊。NA 想留。这个不可能留得到了。好在我们现在中路还有一座塔，还有一座二塔。哎，这里被 NA 留，还真的留住了，留住了双头龙。蓝直接吃了个隐身，秒掉。中路是谁？杜姆。推过来，跳，插起来，好的，减速给一个。关键时候，谢谢。这爸爸一死，我直接就有点肆无忌惮的感觉了。高地塔也没有，不用直接直接。哎，这有一个漏洞，看到没？刚才。秒掉了，TA 能买吗？TA 第一时间买活，我要撤一下，我变黑 CD 啊！不要冲，先推塔，完了，我动不了，然后我还在卡他。拍晕他好吗？拍晕他好吗？拍他也行。我被阳了，完了，跪了。NA 死得太早啊！啊，这次估计要 GG 了。我80多秒的 CD，80多秒的复活时间。开刺。开刺啊，哥们儿！好的，插起来，有机会，大招，差一点点，8点血，11点血，好的，烫死了，骨灰盒烫死了，你敢信？TK 又买活，然后这边再扎起来，TA 要送了，TA 死掉，这边光法也要跪，没办法，小强买活，TA 这回没法买活了。各种买活，各种买活，买活之后，TK 这边，小强不敢上，插到三个，但是后面没人，推一下没推上去，啊，不过对面不敢推了。TA 现在在读秒，我们看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差。TA 70秒，对，我推过去差不多，他还有个30秒，因为中路兵线比较短。我就怕被埋伏，这一埋伏就尿了。我看一下买活，还有1分40秒。买个这个东西，闪避护肤。啊，果然他还是要牵制一下上路的。
直接飞下呀。哎，那边已经抓到了谁？抓到了双头龙，杀掉了。好的，啊，这路可以破 ，TA 还有15秒，已经开始偷家了。T 还有7秒，啊，艰难的破掉了中路。双头龙40秒，肉山盾快刷了，直接去上路吗？不好吧 ，T NA。啊，这边想蹲。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这里看到了，看到了双头龙。哎，小强要小心啊！小强上去，这边也知道，他们也知道，不敢出来。杜牧，秒了。哎，末日断线了，什么情况？啊，不知不觉已经打了50分钟了，有 TK 这个高地太难上。现在看不到，刚才地震了，现在看不到那个莱昂，啊，莱昂在中，没问题，可以继续带。已经看到了，绿棒的 TK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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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拉我下路要推，不知道肉山盾还有多少啊？肉山刷了吗？风行恶魔刀锋。刷了已经，我们三路兵线都不错。好 ，TK 在上路，这波稳稳的拿掉了，没问题。现在就是 NA 没有那个，没有 TP。看到了 TA， 但是不好搞。这杜牧掉线了，真的不暂停吗？直接那边有人操作了啊！我相信你们的操作。ORC 三 C 月月风对吧？不是盖的。啊，回撤一下，我就靠着这个变黑去拆。我变黑上去拆，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TK 想耗血也耗不了。强拆强拆，拆掉了。好，不着急。哎，这边已经。啊！我被插起来，那我第一条命要死了，拼了一下，后面 TK 收掉了风行，能不能秒？能不能秒？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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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跪了。完了，跪了 ！TA 这都要死啊！漂亮，这个双叉，
全都要死，穿刺起来，跳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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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呀！好的，跳走了，但是没有，也没有 TP。再见。我们的输出手段太单一了呀，没有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点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啊 ，TA 这个头啊，是我梦寐以求的，一直没有。第三世界头饰，跳过来，哎，这有机会哦，可以杀，没蓝了。那里是谁？风行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最后。光法直接买活，哎 ，TP 啊，哎，这个光法买活好伤，穷的叮当响。在这边，我们这边有卧底，在那个。在那个谁，在 IG 的 YY 里面说错觉跟他们吵起来了，然后就就退了。TK 太烦了，是的 ，TK 确实太烦了。我先买活，得打个买活钱啊，1800买活，我得打到。我得打到个2500左右。中路看到了 TA， 好像是月风在操作。啊，那边遭遇了双头龙，好多人，好多人拉我，拉我，拉我，拉我。好了，我不说，我说一遍就可以了，让他自己拿捏吧。风行买不了，我龙心，现在差不多我可以买。小强什么状况？22级。要抓小强他们，还没抓掉。哎，他取消了这次穿刺。风行还有70秒，我们上路、中路、兵线都不错。这样守的话，其实对我们比较有利啊。我龙心现在也不着急着买。小强不要急着出去打，不要出去打。哎，留要留人了，要留人了。TK 回去了。直接中了个 Doom。打不动，走了。好肉，GG了，GG了。刚才 TNA 上的是有稍微有点急啊，这要GG了，这要确实是要GG了。除了我没有第二个输出点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因为我们最后一个是选了风行，一个辅助位的，相当于一个辅打到后期没输出。他虽然现在出了这个2400，但是还是明显输出不够，没有爆发力。这直接出了金箍棒啊！他看我出了天堂之戟，直接出金箍棒。
我这边要承受的火力太高了，你看风行打一个 TK 都这么吃力，确实是输出不太够。哎，推推上去带他走呀，想绑啊，最后一路还保住了，居然还有机会。哎，有跳，开刺，先开刺。哎，这里能杀，开刺有没有刺？没开出来，不过他很肉，两个，好的，nice。这推瞎了呀，跳走了哈，不用追了，我还有11秒，再打点钱把龙心做出来吧。现在其实做龙心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已经不是我能解决，已经不是说我再出一个什么道具就能解决问题了。这种当物理核打到后面就是这种结果。对面还有三个人读秒 TK， 我感觉可以买活吧。刚才下路那波我是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变黑，因为队友还没跟上，所以直接上去就送了。这第一次死得非常冤，然后第二次再买活过来，队友已经死光光了。TK 8秒，哦，直接。可以杀，哎呦，差一点点啊！啊，推回来了，我去，这输出，这没得打了，没得打了。他也买活，上路兵营都被破了，这近战兵已经被破了。车子。啊，最后一个兵营，你不知不觉打了50多分钟，快一个小时了。蝴蝶了，现在 TA 就是无敌啊，金箍棒。养住，没输出啊，打不动，要 GG 了，要 GG 了，没悬念了，那输出太高了，那上路已经被破掉了，宝石。哎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打谁。拍死一个。哇，1400的暴击。啊，最后还是倒在了 TK 这个无解守高地的英雄之下。前面其实很多次都非常可惜，中路那一次其实是机会最好的，我进去杀了三个人，但是 TK 在后面机器人刷的把我们后排英雄全部刷死，等我第一条命死掉之后复活，发现我杀掉的人都买活了，然后我们这边要么买活没法到战场，要么就不能买活，那个第二块不朽盾就是不朽盾复活之后第二条命没有任何价值，又死了一次，然后再往后拖的话就已经完全没机会了，我们这边没有第二个输出点，其实那一波是最好的一波，我觉得去拆家的话是不现实的，如果不杀人去拆家是真的是不现实的。 TK 在那边一直拖，然后双头龙土兵很烦， TA 爆发又高，他可以上来秒我们人然后卖活，
所以说刚才我听到有人说拆家，这个这不现实，我们拆家本来就拆不动，只有我跟风行能拆家，别人只要刷刷机器人，我们两个人都得往回走。我这个靠变黑拆的话，因为这一盘确实就是有 TK， 靠变黑拆不可行啊，只有在像刚才下路那一波可以，因为下路那个地形吧，怎么说呢，刚才主要那个塔也是血量比较少了，然后中路的塔，我们当时我记得我那波推的时候冲进去之后塔还比较健康，所以我也没有想着去耗那个塔，如果耗一下的话可能会好一点，就是打的还是有点不耐心啊。当时是有点急，跟着 NA 进去杀人，杀了三个，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效果，蛮可惜的吧。这一盘最后还是输了，我们最后赢的是我们最后输的时候人头还领先，一盘最后也是，如果 NA 能早点出跳可能会好一些啊，因为 TK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是没有跳到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先手到他。 TNA 第一个道具选择是推推棒，这个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客观来说一下，还是跳刀会好一点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因为作为一个近战，有点被别人放风筝的感觉，然后有时候打起来也有点上头，几波都是冲上去跟别人换。就作为一个近战，其实很难取舍，你到底要不要冲上去跟别人拼？拼的话，如果能拼掉还好说啊，拼掉了可能可以打残，就打死一个，然后打残一个，但是打到后面发现对面装备越来越好。发现杀一个莱昂都非常非常困难，跟前面三四十分钟的时候已经是不一样了，所以说越往后拖越对我们不利。这个单核小狗一个近战核，如果我是一个直升机的话可能要好很多，绝对比小狗后面要靠谱。近战到后期确实是太难发挥了。那么这一盘对面月月风和430的发挥是相当的好，我一直把他们两个搞混啊，不是说两个人分不清，是我默认了 TA 就是430。好，可能刚才有一些口误吧，希望大家能谅解。好，那么这次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